这是牛肉啊，弄牛肉来的。今天来个大蒸饺，好吧？都吃饺子。今天呢？那一层筋。哎嘿，这血水都泡出去了呢。嗯。这用多好，这牛肉包饺出去。嗯。打水去了。哎，开饺。挺好，这是个红萝卜，包饺子都是红萝卜，咱们家就是红萝卜。哎呀，这萝卜好像挺梗。今天这萝卜就这样，这玩意就包饺子能吃。包饺子，咱们家那个烧汤啥都吃它，这就是硬怕梗。包饺子这蒸饺子好吃，有咬头。这行，这个挺粗吧？粗行，包饺子你还得焯过。多点萝卜，少点萝卜吧。多，多咬远乎。总监说呢？嗯，多点行。整那些个肉干啥呀？那玩意牛肉挺不好咬的。嘿嘿。我妈说牛肉挺贵的哈，不是，这牛肉硬，牛肉40一斤，萝卜2块钱一斤，高点菜里头它省得那么硬。可以烧火，可以烧火，一会儿烧火，这么快呢？这丝儿还不快，你还得蒸呢。嗯，炒到这个糊呢，这萝卜扛烧呢，这不是这萝卜早就烧好了。不少啊，嗯，正经不少啊，哎嘿，哎，好嘞，这好多这都炒呢，哎，来点水，过馅儿了，对，这些水差不多呢，这水都得够的，你来了。来，就这些。葱、白胡椒粉、花椒粉、一品鲜，来点盐，哎，来点鸡精，来点姜汁，来点油，这得多来点油啊！好嘞，就这些料啊。嗯，哎呀，啊，总监呐，你看看老香了。哎，上劲儿了吧？上劲儿了，这是看出来了。哎嘿、哎，都得搁里这些萝卜，都搁里，都搁里吧、哎。这又不少啊，又不少，不知道啥呀？行了，那肯定行，这凑不了。嗯，这个你这整20来年了吧？这馅子？哎呀，搁家里边整天包这饺子，这牛肉馅饺子最好吃。嘿嘿，馅儿好啊，最好吃。烫面是吗？嗯，半烫面，烫一半儿。哎，这我妈绝活儿。嗯，那摆着面绝活儿呢，摆着面就是玩儿似的。嗯，就这个是软呐，这家伙。那面饺子用面汤吗？不是，这大小啊，大点行。能打多大馅儿就打多大馅儿哈。大。大小啥呀？能熟啊？你太大了。这一个萝卜块儿，这怎么还不能熟呢？今天又吃饺子了，冬至吃饺子。这家超级大呀！今天这，这今儿这就不能吃太多了，有10个就够了。那行，10个就这大饺子10个。老大了，擀大包子了。就一大包子才10个。老闺女，您。咋的？你少点打呀，这也太大了。你多大皮儿，我多大面儿。有点大，多大馅儿？啊？不大。那你这皮儿就那么大呢？你来谁呀？皮儿擀出来了，你馅儿包。要不然你不是成一个袋儿，成那全是吃面了？那吃面片儿的吗？没有，我重整。怎么又重整了？
么小的菜，你整那么大，你说你怎么整啊？哎呀妈，这玩意还得毁炉的吗？我以前我家包的都是清晰，完了震上，震完以后包完了一咬就不错。嗯，不好包。你得震，不震不行，搁外边震一下。再震还震那半夜了去。那可不。震点啤酒行吗？那必须的，那还说啥？今天看出来冷了。嗯。今天跟昨天的温度就差不少啊。真应该差四度。今天冬至，今天就暖和了。不一天比天冷，这暖和也不行。俺们东北那个闫学晶老师唱过一首《24节气歌》，特别好听，懂吗？嗯。马春阳气转，雨水燕和地，闫学晶老师，是不是？你喜欢这二首？啊，闫学晶老师，就是那个闫小品那个。对。他唱的那个风吹麦西比较经典，是吧？哎呀，那唱的二段老多经典，大西厢跟懂什么唱的听二段。哎，这能看出来，看吧。哎呀，那你还不如搁那那和好的馅呢，刚那小盆蒸一盆肉馅吃的，蒸肉馅没这味儿，就别搞皮儿了。你这没有和的挺细致。走你，先蒸这一锅。这个小点来了。嗯，这要是不来还留着。我冻上这些啊，冻上剩点哈，这些够吃，剩这些呢，那你够俩就吃。这是我爸拌的素食锦，能不能装进去？这一盘下酒菜，这就先冻，别烫着。哎呀，嘎嘣一声，那个有水，什么有水？你咋的了？哎呦天哪，这就是你那个。嗯呐，大个。像雪晶卷似的，不要不说你净打大馅子打呢。哎呀妈，这底下是大的，这底下那个比那个还大。你说老香的。哎呀，妥了。来，你现在没了？没了，没了。没调一看看，多大去？这小等吃了张嘴儿，这个是酱油和大蒜的混合物。哎呀妈，这不少啊！你吃饺一般都吃醋啊？嗨哈喽，我是胖妞，今天是冬至，那个俺们这视频吧是提前一天吃之后第二天发，那个大家冬至快乐哈、啊，迟到的祝福嘛，是吗？嗯、那个开饭，牛肉萝卜馅蒸饺。挺好、哎、冬至东北呀、啊、一般的爱吃饺子，爱吃饺子都吃饺子吧。嗯嗯，哎呀挺好，一人一盘，香吗？嗯，挺香。是不是熟了？熟了，这还不熟，蒸二两钟。香不吧？正经挺香的，这小馅儿、嗯、这等个发表意见。嗯，小馅儿一咬一壶水嫩超不硬。这老大馅儿，就这些饺子，搁那一盆馅都打进去了。哎呀，够厉害的。咸蛋还行是吧？嗯，咸蛋行。咸蛋蘸点酱油正好。嗯。嗯。好吃。不硬，我让你妈能咬东西。哎呀。再嚼我一口，没喝怎么少了？你说点。刚才喝一口吧。嗯。先碰洒了呢。哎呀，喝完忘了。多长时间没吃牛肉饺子了啊？嗯。那我妈的成袋呢？这不都成袋吗？我那不咋成袋，有的。
哎妈，他都一个盆里就完了，你怎么这么招笑呢？我妈的好。嗯，给你。我不要，我这有。啥玩意都看我的好。嗯呢。都一个盆的，一个啥的，我这就好。这一货烤成。你这鞋子啥都尝试尝试，你这鞋子这不愿吃那不愿吃，就是超市新来的鱼腥草可漂亮了，这焦黄一个一个的。我们东北就是蘸这个酱油，那个蒜酱就多，那个南方都吃醋，蒜酱和醋，蘸蒜酱，有的放醋，嗯。完了，辣椒油掺和了点儿，有的放香油，有好几种都放一块儿的，就这么。小的管儿今天都不给酱油，都是醋是吧？那回咱们吃饺子呢。一盘有多少个？没查了啊。哎呀，忘了。嗯。我这里还有十个呢。这你吃几个了？反正这个算这个是三个。又整这事儿，你不才想起来？一查个数，这个吧，这不行，不擅长。爸，你吃几个了？我还没记了。那这吃饱为止，记那玩意儿啥？我这还有十个呢。今天冬至，今天干啥？北方冬至是最冷的，冬至不行船，冬至以后那河啥的都冻了，冻死了。你这那啥了，像哈尔滨那个松花江，嗯，松花江该冻冰了，该全冰了，可就往后。这家伙，这家跟他们大猪包似的。那是包的最大的一个。嗯、那你吃，说明你有福吧。刚开始包几个这个。妈，那是你那盘全是大个的。嗯。要那盘咋给你了呢？嗯。你那都是薄皮大馅儿。我要是不改的话，你这点馅子还不够吗？不够。幸好你改了。咱们家这个比包子大，嗯，嗯，比那水晶包大。再咬一口，啊，老好了。这实惠。你这牛肉花多少钱吧？哎呀，那是多少呢？我看看，一斤六二十四，四十六十八，六十八，六十八去了小块，八块钱，六十块钱。嗯。一斤多少？嗯。这有一斤多。那开吗吧？不开。自己开。冻的饺子。您老蒸是哪天蒸啊？那干啥不得把？放放假蒸。不用我放假，你俩就搁家吃呗。那点饺正好够俩人吃，你多我一个还不够吃。仨人也够，再喝点水饭。你还有用的吗？再喝点水饭。喝水饭干？你这吃饺子就干不成吃饺子。你一早上吃光吃饺子不干吗？喝汤，我妈其实挺愿意喝汤，但就是。他们家不习惯整汤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他就是做完菜了，怪费事的，你就别整汤了，这么回事。对，就是不习惯。人家南方人做菜，人家先把汤整出来，搁那高子，完之后再整菜，那就赶趟了。现在得有吃八九个了。我说你一共能吃上十个吧？能。十个大饺子，这饺子饭量。他们有一种就说吃俩、吃仨的。你那饭量还不如我家这老太太呢。那好吃的也不少吃。老太太是牙不好，牙好的话这脚吃十多个太正常了。你先不说你讲话，牙不好，要好愿意吃的牙就好了。那是啥呀？那我这牙是你看你的菜下菜碟。嗯，你菜好我牙就好。你要说菜不好，当时就牙疼。喝点酒凉乎凉乎就好了吧。你说黑瓶的啊？对，还有一箱。
喝完这个完了之后得上货去了。黑瓶的还有呢，黑瓶那个不太好喝吗？不说，这就上货去了，年前上的一批货。咱就各种吃各种盘的，你那不吃就剩下了吗？是，是不是啊？嗯、咱别包了，等一下不能吃去，吃够了。我现在吃啥也不讲究包料了。以前搁家没吃过茴香，搁这嘎吃过，也挺好吃。茴香馅儿，茴香馅儿好吃。嗯，我爱吃茴香馅儿。东北人最喜欢的是酸菜。那酸菜馅儿倒好吃。我其实不愿意，不太愿意吃肉酸菜，猪肉包虾仁儿的，不太愿意吃。那我愿意吃那饺子。你愿意吃啊？我还记得我头次上大连领徐同时去那回，徐同时那年是七岁，就六岁啊。上车那说，你大哥他，你大嫂给我包的三鲜，猪肉虾仁，那虾仁大，一里一个，刚忙上车。那是头一回上大连去。头一次。送火车上。给他俩给他送上去了，他俩这换的衣裳不行啊，不让走啊，后来呢哭了，在车上哭的。哭完以后呢，他俩下车了，火车要开了，后来他说那这我爸妈给我骗了。后来这乘警都来了，心里是拐卖的呢。对呀、啊、心里拐卖孩子。后来他那俩就挺懂事儿，他啥都知道。后来人乘警问他，说这人是谁，说那是我爷，那我爸和我妈给我骗了，送了车就下车走了。一心哎呀拐卖。后来那跟前那个卧铺上不少那个那些老太太啥的了，是给这吃给那吃的。嗯，我那该也着忙啊，给他俩还得送送一下，这走说这心里不得劲啊，这孩子躺在那家里哭啊，那个场面是真很难接受。那是小时候他就看他爸他妈走了给他送上车了、嗯、他就哎呀一劲哭。那是头一回儿、嗯、头一回儿上大连。头一次有点嗯。我徐宗时我爸我们仨奔哈尔滨走的，我从那边走了，完了之后他俩奔大连呢，那会儿是不是？对，我俩奔那边走的。干杯周的。周的。粥的，干杯！不雷我，饱了。我妈这俩脚留压箱底儿。我这个吃，饭都吃没了，别人的咱不管。这玩意儿老香了，这个饺子。嗯。那个，俺们现在做菜是这个花生油，花生油就是照那个大豆油。不是那么色儿深的哈、嗯、对，你要是我们之前搞大豆油那家一咬都冒黄汤。对，那纯豆油。对，这是这个好，这个也老香了。嗯，花生油挺香。那个十五六个好像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迟来的祝福啊，冬至快乐，明天见、嗯、拜拜。嗯，拜拜拜拜拜拜。